血的。我也尝过了，我没有看过啊。孤独爷爷是谁啊？是面包超人里面的吗？那是果酱爷爷啊。是那个王子吗？没有。其实这个猥亵的眼神。孤独爷爷是那个什么？看起来怪怪的。孤独爷爷，那是一个动画。是动画的角色。这是果酱爷爷。不是。他都放在我里面呢。看你的成绩，我已经不想再听你讲了。开始在软。对呀、啊，我会去抄一个零分的题目啊。你是考卷吗？我答这题答对给你看。陆羽也到你旁边了。我还没他跟他比。因为他要爷爷有爷爷，每次你们出的题目我都答到子祥的，他子祥的分数有一半都我帮他解了，知道吗？原来就是你，原来就是你，很好，三分之一，还是二哦，真的是二哦，哦，好险，这是不是你出的子祥？这是我是，好险。可是六，零点啊。